Grade 5A, Story 3, 健康的饮食习惯。Miguel 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回来新加坡美国学校上学。星星老师问：“Miguel 为什么没有来上学？”Miguel 说：“因为他生病了，他对海鲜过敏。”他吃太多辣椒螃蟹了，医生说，虽然咖喱牛肉、鸡饭、榴莲和辣椒螃蟹都有营养，但是吃太多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。星星老师要做一个调查，他想知道 G5A 班的同学们有没有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星星老师让同学们说一说自己的饮食习惯。调查结果是，在 G5A 班有8个同学常常吃中餐，比如说面条和炒饭；有10个同学常常吃西餐，比如说热狗和薯条，有9个同学常常吃有营养的食物，比如说蔬菜、水果和牛奶，有9个同学常常吃没有营养的食物，比如说糖果、巧克力和蛋糕，有1个同学吃素。白拉说，因为很喜欢动物，所以他不吃肉，吃蔬菜。有1个同学对食物过敏，Migo 对海鲜过敏。有13个同学觉得自己有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有5个同学觉得自己没有健康的饮食习惯。但是，大家要一起吃美食，怎么办呢？Jack 又有一个好主意，他说去自助餐餐厅，因为自助餐有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又有中餐，又有西餐。如果你吃素，你可以选择蔬菜和水果。如果你对食物过敏，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食物。如果你要吃特别的食物，你可以选择烧烤。我听说烧烤又健康又好吃。星星老师说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Jack 太聪明了。可是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吃。自助餐要选择健康的食物，因为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。